民进党举办了感恩餐会，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在选后首度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公开会面。我们连线到现场记者黄庭锋来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庭锋。好的，主播记得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民进党选后的感恩餐会现场。今天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也来到现场，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来做见面。这是他们两个选后在这个公开场合的这个首次的见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不是，本来他应该是7:10来，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吗？他怎么还在呢？要迎接你。原来我坐下去，他说你来，我就知道出来。好，还有什么？很自然啊，对，自然就好嘛，对不对？所以没什么其他可以说的。好，那就继续说。进去。哦，这个立委补选哦，我们还是请2014年的这个选对会啊、哦、来处理了哈、哦。那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希望就是说找我们党内最好的人才来做候选人啊、哦。但是我们真的也不排除，如果有好的机会或好的人选的话哈、哦，那柯医师的模式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让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